如果加特林属性完全还原现实会怎样？游戏里的加特林实在是太弱了，以至于火力对决都没什么人用。如果现在完全还原它现实的属性会发生什么呢？一、秒伤无敌高，加特林在现实的射速为6000发每分钟，换算成每秒射速就是100发每秒，而现在游戏里的加特林射速才19发每秒，差了5倍多。如果游戏也还原和现实一样的射速，那加特林的秒伤将变成47×100=4700点，这个秒伤打人瞬间就没了，实在太无敌。二、射程超级远，指哪打哪。现实中的加特林不仅射速快，火力猛，它的射程也比肩很多高精度狙击枪。在现实，加特林的有效射程是1500米，即使敌人离得很远，也能很轻松命中，不会出现子弹下坠需要抬枪口的情况，属性真的超级强。三、子弹不够用。加特林的射速还原现实的话，那子弹肯定就不够用了，开火箭一按，200发子弹就没了。关键他用的还是7.62子弹，重量还比较重，玩家的背包也装不了多少，到时候枪是很厉害，但子弹肯定不够用了，要省着开枪了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我们下期见。